另一头看到陈时中昨天晚上则是到了新北三重合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林佳龙，两个人一同出席了使命音乐季，上台致辞时受到这民众热烈欢迎，展现强大气势，更喊话说希望年底双北能够双双胜选。进场好，谢谢啊，拜托，拜托，谢谢。一下车就先来个拳头碰拳头，相互问好。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来到三重，和林佳龙一同出席使命音乐季。阿中跟阿龙今天来这会合，就是要用团结量大，要来给咱台湾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不会受到威权的复辟。素养哈。这历史的了解哈，啊个台中治理的经验，经验，伊拢有法度做台北市新北市的市长。两人你推荐我，我推荐你，合体同框，展现团结气势，相互拉台，助攻选情。林佳龙更火力全开，炮轰新北市长侯友宜。攻坚要去抓人，引起郑南榕自焚，这个代志，伊既然啊，讲啊历史搁再一次发生。伊赶快要执行，咱听到实在是感觉足可怕。迄个时阵，伊讲台湾已经民主化，叫做奉命行事，问心无愧。这个是对历史严重的扭曲哦。当年郑南榕在警方攻坚自焚牺牲，指挥官就是侯友宜。林佳龙痛批对手用激烈手段拘捕郑南榕，喊话选民团结坚守民主，才不受强权胁迫。动算，台下观众座无虚席，挥舞旗帜，现场动算声喊得热情坚定。民进党双北连线就盼年底能够一次收复失土。记者综合报道。